I'll never get over how beautiful it is up here. We're gonna end up in the Hudson. 班机意外被鸟群袭击，两具引擎熄火，危急时刻，机长果决判断，最后迫降在哈德逊河，机上155名乘客全数生还，逃过一劫的奇迹再度上演。距离地面100米，不好，飞机左侧发动机着火，飞机左侧发动机着火。一号晚间，北京首都机场一架由北京飞往首尔仁川机场的非大陆籍货机在起飞后左侧发动机起火，当时正值空中交通最繁忙的时刻。管制员开始指挥其他65架在地面以及空中航班进行等待、避让、盘旋，同时通过雷达引导起火航班尽快返航。塔台获报后，立刻指挥其他飞机避让，限制航班起飞，同时通知消防、救护立即出动。从发现飞机引擎起火到飞机安全落地，共历时14分钟。在塔台及时引导及其他班机配合下，才化解这场惊险的空中危机。记者综合报道。